乡亲啊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平安。我是曾淼宏詹教授，电机博士啦。嗨，今仔日吼来遮看咱乡亲交换知识啦。交换什么知识咧？来呀、啊，这边吼、哦，来看者看者，先看我今天衫哈，今天衫吼，唔知安尼设计了安尼吼，咱乡亲看了有满意无？今天衫吼是阿电啊。阿电啊，伊准备要做200尔，啊，我讲吼、哦，两个 size 就好，一个大，一个小，哦，哦，啊，要何安啦？要创啥？这200尔吼，要纯粹吼、哦，要做好，要做好，哎，大机队穿啦，有迄个童文勋大旗队的人穿啦，啊，恁看安尼感觉安啦？啊，这个 pattern 吼、哦，是这个童文勋童医师吼、哦，以。他认可、哦、他提供出来的啊，荷兰雄心，来看一下。哦 ，OK， 来 ，Headline， 一生都在说谎的女人蔡英文啦、啊。我跟你讲，这边咱全国所有的管市长的选举啦，都是蔡英文钦点，也根本就没有哈、哦、内部哈、哦、哎内部哈、哦、这个互相民调，全部都是蔡英文钦点。你看嘛，这个林志坚，哎、欸，一下去，林志坚，哎、欸，假硕士，好、哦，抄袭硕士，一下去也不用民调了，哦、也不用相互民调了，就直接呢，郑运鹏就上去了，哎、欸，个人之喜好完全由蔡英文决定，所以说啊，台北市长的选举，你如果支持陈时中。你就是支持蔡英文呐、啊，也就是支持、哦、蔡英文的诈骗造假，支持全部的罪行哈、哦，及其上及其蔡英文所有的犯罪的记录哎，全部机密封存啦，安尼跳舞啊，因为这边呢所有的管市长的选举，全部拢是民进党内底也无破算的啦，哦，也无民调的啦。啊，所以讲咧，拢是蔡英文一手决定的啊。所以讲，你啦支持民进党的候选人哦，台北市你啦支持陈时中，你就是支持蔡英文，你就是支持诈骗造假，支持全部罪行都机密封存呐、啊。哦，啊，你常看嘛？啊，我啦讲起来吼、哦，跟蔡英文有关系的机密封存，第一嘛。彭正彭博士第一遍在拍，哎，赵丰盈扛蔡英文，蔡英文个一起来尔，脚掌袂净坐小，伊就个机密封存十档。来，他又机密封存了他的论文升等，他的副教授、教授的升等。啊，明明东吴大学是记录，伊是江苏，啊，江苏是啥？江苏的硕士嘛，无博士嘛，伊个。伊个开头啊，尾现在突然冒出来，他变成一个副教授，哎、欸，夭寿啊！啊，这些所有冒出来的所有的升等，所有的犯罪的罪行，全部机密封存的、啊。哦，啊，再来呢，陈时中啊，台北市市长候选人哦，陈时中啊，所有疫苗的采购机密封存，哦，啊，所以讲，你若支持陈时中，你就是支持蔡英文，你就是支持把所有的诈骗罪行全部机密封存，哦，啊咧，予咱乡亲参考。所以讲来，咱阁继续甲看咧吼。阿电啊，阿电啊上，啊这边吼，阮大机队吼，阮大机队吼，明仔载开始出，明仔载拜二下晡4:30，伫台北市文湖县的西湖站的2号出口。哎、欸，初次提升啦！啊，今天啥吼？因为这三不如，这较当啊寄来尔，较当啊寄来尔。啊，所以讲我穿互咱乡亲看卖一下，看咧到底安那好无？吼、哦、啊，可能吼、哦，这爱去做一礼拜较有啦，做一礼拜较有啦。啊，所有啊，我大机队，哎、欸，我做大机吼、哦，2×5寸的100机，3×7寸的吼、哦，做40机。哦啊，2×5寸的小的关东旗的旗杆，100机，啊，
三乘七寸的大的伸缩的旗杆，3.5公尺的哈，这15支，好、哦，反正哈，随时都准备了150支哈的关东旗，大小总计150支了。我今天真无闲呢，我今天下载透早车开来哈，来把这所有的装备哈，开车送去司机哈，因为司机哈负责。每天把旗子送来，那我们就弄。啊，弄完之后呢，举旗举完了，4:30他来，哦，然后呢，7:30呢他带走，哦，都已经瞧好。我今天哦忙了一天呢，我今天哦，下午还跑去跟那个童文勋童律师啊，这啦，这所有的装备啊，我所有买的装备，基本买的装备啊，都阿点啦。刘清田，我台南永康大湾村的刘清田哦，全部寄付，吼、哦，拢全部伊寄付的啦，哦，这大支队，即马吼拢是开刘清田的，啊，刘清田哦，伊准备2022呀，哦，即马是2022嘛，他准备2024挑战永康新区新化的立法委员。啊，对手是啥物人？对手的是新潮流，诶，林义群。伊要招新潮流讲啊，伊要招林义群讲啊。你甲我讲互我听，你讲互我听。蔡英文诶 ，LSE 的博士是真个啊假？来，林义群来，哦，啊，是安那？你做立法委员应该为民活舍，啊，是安那？你伫。即系当咧，这为民活舍上，你从来没有对蔡英文的协力呢提出哦任何的执行，他所有的提案，你还甚至还要举手表决通过啊。所以讲吼，我今仔日吼下晡吼，所以讲哦，你即马看到还有所有大企的装备，全部吼拢是公平正义诶老青年，永康大湾村诶老青年，大家稍等咧哦，利空利市。伊要挑战新潮流的林义群哦，喝大卖照，来来来，我今仔日吼，伫童文勋的办公室，我们在互动吼、哦，有关选举的策略。啊，策略的时候呢，刚好吼、哦，永春王秀琴女士吼、哦，打电话入来，哇，好、哦，原来关心阮大旗队，伊讲吼，伊对永春吼，路途遥远呐，无法度吼、哦，来台北看咱斗野旗呀。所以讲，伊安尼学卡呢，安尼我寄付你吧，夭寿啊！哦，那真多谢。吼、哦，我这大旗队吼，纯粹吼、哦，因为同心伊乱讲嘛，伊讲吼，他是第一次选举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有关选举的很多事情哦，可能也需要乡亲帮忙指导了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我悄悄诶，我甲同心讲吼，我大旗队，我自负盈亏。什么叫自负盈亏呢？就是吼、哦。我去找人无款，哎、欸，阿电啊，我东乡的，大湾村的，哎、欸，伊安尼乌卡呢，甲你说入来，啊，这个永春的王秀琴女士吼，王秀琴女士吼，哎、欸，因啦吼，刚刚吼我真赞吼，啊，有哪呢，乌卡呢，有哪呢，甲寄付入来，所以说吼，我必须吼要让这一个，啊，我有哪看迄落，看迄落。同心哦，同律师，我们也互动了。我哈、哦，我必须哈、哦，他因为哈、哦、也开销太大了，好、哦、啊，开销太大不要紧。我大旗队家哈，反正哈、哦，同心要看账目的话，我就给他看啊、哦，因为我一用这代志哈，官民联络，他要看账目就给他看。但是呢，大旗队的盈亏呢，我要负责，我自己要负责啊，我是安尼啦。你反正哦，有乡亲希望大旗队吼，我到大旗队，我会请人吼，大家出去，大家来 YouTube， 让咱大家乡亲看咧。我已经甲同候选人同律师讲啊，讲吼，我准备吼，像礼拜二呢，明天呢，我是在西湖捷运站2号出口，嚯、哦，那个上下班的时候人真多了。
然后礼拜三呢，我们已经讲好了，礼拜三呢，童文馨哈、哦、准备去怎么样？童文馨呢，准备哈、哦、从北七海霸丸出发，礼拜三上午9:45呢，高点四十五，童文馨律师候选人童文馨，他准备要去登记哦，但是9:45呢，他在哈、哦、北七海霸丸门口那个三角汤，先是召开记者会，提出他的第一个伟大的政见，说回海霸丸，为民活蛇啊！哎、欸，也好笑啊！啊，你就知影吼，童文馨，童律师，他要去登记参选，哦，的9:45那天就是礼拜三早上9:45，就在北七海霸丸，我的大旗队的人员呢，我的大旗队的人员呢，9:30到，啊，事实上我9就会到。我们的司机会把所有的装大旗队的装备全部带来，那我9:30以前就会在那边招呼了啦，哦，就会在那边招呼。然后今天童文馨童律师也跟我聊了一下，礼拜三，哦，在北七海霸丸的记者会，乡亲们来注意哦，为什么童文馨在参选登记前，哦，他要去选委会登记前，他先在北七海霸丸开记者会，没话讲。第一个最伟大的政见，就是这个还地移民，把海霸丸拆掉，还地台北市的二号公园。啊，所以说这个意义，象征的意义。然后呢，9:45的记者会开始开，开完之后呢，绕行哈，这个海霸丸一圈以后呢，所有装备、所有大旗全部上车，直接往选委会信义路5段15号选委会直接运动，直接过去。然后呢，我们大旗队呢，在这个信义路5段15号的台北市选委会做登记。所以说，这个意义安在条二，要登记参选以前，童文馨标示了他的最伟大的政见。哦，收回海霸丸，台北市公园的二号用地，收回海霸丸，我讲给你听啦。咱台北市民，咱台调和，哦，蓝蒋万安，绿陈时中，白那个黄珊珊，甚至于哈，阮台南关的关掉，说换底啊，哪一个敢做这个动作？哪一个敢跟全台湾以及全世界的台湾人讲话清楚？我童文馨参选第一政见就是要收回海霸丸，收回台北市二号公园的预定用地。啊，今天童文馨哈也跟我讲了很多东西呀、啊，我会哈慢慢的跟哈乡亲大家互相交流啦。啊，我今天我来跟童文馨开讲啦，讲哦，欸，你这次出来选举哈，你要阐释的，要向咱台北市民表示的是啥？伊讲吼，为着市民的公平正义啦，伊感觉只有透明的政治，市民叫未来啦。哎，什么叫吼？他说吼，什么叫透明的政治？你那政治没有 transparency。哪不透明？我跟你讲啊，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这个政治哈，贪赃枉法，全部列为机密，封存30年。我跟你讲，台北市民哈就没有未来。所以说，他认为，童文馨他认为啊，台北市民，省级咱全国国民，爱听好，只有透明的政治。起名，全国人民叫未来了。哦，我听起来，哎呦，讲的非常有道理。他后面还有跟我讲了很多道理。我一听哦，夭寿啊！我电机博士呢？我虽然是亚旗爱电机博士啊，但是哈、哦，他讲的哈、哦，我每次跟他谈事情哦，哦，受益良多了。哦啊，我也慢慢的绕给咱大家乡亲听哈、哦。这真正哦，所以讲哈、哦。拜三，拜三，下早啊9:30，请咱乡亲
有来拿大旗的吼，做伙来北区海霸王哦，北区海霸王，我要底下开记者会，开记者会，童文馨律师他准备在那边开记者会，宣誓，开始吼、哦、战斗，进入战斗哦。台北市市长候选人童文馨，然后整个记者会完毕以后呢，我们就车子哈就往那个台北市选委会，也就是信义路五段十五号，就是101旁边这栋哦，去啊做登记哈，啊，请咱乡亲哦能够跟的哦，那九点四十五在北市海霸王开记者会，啊了呢，差不多十点半。哎，到那个信义路五段十五号的选委会哦，在那边拍照，大旗队浩浩荡荡去做哈、哦、童文馨律师的市长候选人的登记哈、哦，啊，给他乡亲嘿，所以讲哈、哦，哎，拜托哎，民主进步党六党来，你有什么建设，你讲给我听呐、啊？你若讲阿扁啊哈、哦。哎、欸，他的建设我们还朗朗上口，到现在我还能够朗朗上口。特别那乡亲哦，国雄啊，遮阳一路洪山阿雄啊，刘国松拢甲我讲哦，啊，你敢那开遐，敢那底下咧讲什么雪山隧道啦，吼、哦，戏子这个分洪道啦，拢袂记得101大楼对头到尾是阿扁个生。哎、欸，我们这样子，你看高捷。高铁，我们对陈水扁的政绩，八年的政绩朗朗上口，到现在，蔡英文已经六年了，我们对他的政绩呢？哎，六年来，我们对他的政绩呢，讲不出交白卷呢。我们对他六年来毫无建设，现在又准备搞数位部哈、哦，来加强压制批评了。夭壽啊！阿公的数位部的，不叫唐凤，夭壽啊！有够假啊！唐凤协议可能走中啊，国中了。哎、欸，那盘面走到的一个部长呢，不叫呢？我不是说看协议的，他的本事哈、喔，哎、欸，我一看，我这个破树干工哦，因为我是病点闹啊。我破水干工啊，射了你哦！他干什么勾当，我都知道他整个的演算法是怎么搞的。比如说，他把我的 YouTube 的画面哈、哦，全部哈、哦、黑屏啊，我就知道啊，把颜色全部贴上某一个记号，就全部变成黑的了。要修啊！他们干的这些哈、哦，压制我。甚至压制彭文正、压制彭文馨的所有网络的 YouTube 的行为，我一看他的阿果女人那个演算法，我一看就知道是他是怎么干的。哎、欸，唐凤，他干什么事情？我在我的眼中里面哦，唐凤干的那些都是雕虫小技啊，我不想干的，因为哦有一个叫资讯伦理的课程啊，这种行为你是不能够干的，这是哈、哦。这是观天化日之下的伤天害理，也不能做的事情、欸、他们以为我们不会做，我们的技术都到位，但是我们不能够做有些有的没的啦、哦啊、所以说、哦、数位部部门搞一个唐凤、啊、搞钱贪钱骗钱是真的啦，过主管祸台湾是骗人、哦、这是我们乡亲说的、哦、来啊，所以说、哦有乡亲对这个数位部门哦，这个数位科技部门要求啊，就讲啊，好讲哦，资讯讲哦，数位发展部门是怎么冒出来的？网军收编为公务员，办公室为什么设在台北车站的蛋黄区？月租金400万，装修要7000万，而言预计600人，那么多人要对付谁？总预算每年211亿，要怎么花？我讲给你听啦。前一阵子哦，上个月，资讯战、骇客战，中共呢 ，Nancy Pelosi 来，中共呢的网军就直接把哈、哦、左营的车站，还有 Seven Eleven 的所有的。的那个视频、哦、全部、哦、都、哦、
都被五星旗了，甚至于都被写上反动的语言了。哎，我这不要开玩笑呢，这如果换成两蒋上世纪的两蒋时代，拖出去枪毙了。啊，好，四位科技部门，你只要你们花了211亿，总编制总共600多人，好，啊，万一哈、哦、还是一样哈、哦、被贴上了中共旗的话，冤有头债有主，因为你是数位科技部门，你就是负责这个业务的，先把你们数位科技部的部门先抓起来枪毙再讲。哎，上世纪两蒋时代，你只要偷听收音机哪里有，还是安娜吼抓到，那就差不多关美了啊嘞。啊，像这个哈、哦，在网络时代被贴上冤有头债有主，现在总算找到唐凤的哦，数位科技部门哦，林北丹你也对，我讲给你听哈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哦，资讯战、骇客战，哎，唐凤你也较注意呢。这个数位科技部门只是做网军的统治的管理呢，内部的管理呢，哎，还要对外作战呢，啊，资讯战、骇客战，人家把你们总统府哦贴上五星国旗，看你怎么搞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你负责的，你就来吧，哦 ，OK， 来，哎，我今麦去听人讲呢，听讲吼、哦，吴子嘉爆料，原来蔡英文和郑文灿、哦、他们也透过许信良来约那个郑宝清呢。啊，郑宝清这边吼、哦，特远哦。哎，郑宝清68岁呢，我64岁呢，伊68岁了。伊吼、哦，伊做黄信介迄阵滴个啥物，我就知影，我有听到这个人呢。哎，迄时阵吼、哦，特远哦，柯信良啦、郑宝清啦，因伫遐咧混呢，我就听过，结果。郑宝清竟然哈、哦，他想选特恩官的官调，特恩官的官调，我还有算，哎、欸，你找了一个抄袭硕士，然后呢，抄袭硕士被人家干下来了，竟然又找了一个挺抄袭硕士的，从来不问一问，哎、欸，这前辈呢，这前辈郑宝清是正正地的前辈呢，他安那轮嘛轮到伊啊，讲吼。讲吼，蔡英文吼，有去找伊呢。讲吼，蔡英文跟郑文灿，吼有拜托许信良吼，去跟那个郑宝清讲啦。啊，郑宝清吼，哎，挑挑的人，啊，蔡英文跟那个郑文灿，啊，拜托许信良去找那个郑宝清，啊，跟郑宝清讲吼，哎，来，不然我们这样好了啦，我们吼来办个。重新做一个民调，啊，给你一个机会啦！啊，郑宝清是听着讲哦，要做民调，恁爸人不是咧念头的哥，哎，当初蔡英文你跟赖清德做内部党内内部的民调，赖清德叫你塞去不塞，不知啊，你唔得甲恁爸郑宝清动作念头啊！啊，郑宝清哦就拒绝哈、哦，拒绝跟他们，所以讲想想的哈、哦，哎，郑宝清凭赖清德票。郑宝清品赖清德，啊赖清德哈、哦，赖清德大概哈、哦，大概哦，他也没想到了，他也没想到说哈、哦，内部的民调，要求啊，内部的民调就是一路做到、哦、他赢，要求啊，看赖清德叫阿咧，叫阿咧给洗掉了，所以说哈、哦，赖清德，林北翁他挺赖清德，哦，哎。我挺一个弱势被欺负的人，他不应该是这样子嘛？啊，我挺赖清德，所以说乡亲啊，那支持赖清德，啊，您支持赖清德的，阮这挂，我今日同心改革的同心哦，他支持赖清德，赖清德正义的力量应该要从我民进党里面打出来，但是哈、哦、没有办法，哦，没办法，同心我。
我拢支持赖清德啦，我拢支持。哎，赖清德迄阵咧，他们党内初选的时候被做掉的时候呢，那时候游览车从台南开起来，台南那个带头的，哎、欸，有人我嘛支持呢，我橄榄球队呢，洪明呢，哎、欸，我有那在场呢，你别有那举旗啊，伫遐咧扯呢，扯啥人？扯这个坐票蔡英文呢？啊，所以讲乡亲啦，爱护赖清德，爱护赖清德吼，一个吼。一个历史的支持，支持支持赖清德啦！哦，这赖清德出来吼，佮安那衰小，也袂参照蔡英文这个一路骗，一路骗嘞！啊，所以讲吼，乡亲来讲，讲郑宝清吼还比赖清德聪明，又要给你玩民调，结果郑宝清拒绝完了，啊，所以讲吼，这是吴子嘉爆料。讲蔡英文跟郑文灿有去拜托许信良去约郑宝清出来讲，讲要办党内出脱算党内民调了，啊，郑宝清哦拒绝见面了。显然郑宝清哦他比赖清德聪明了，啊，我还感觉我唔同温新温开讲，我拢支持赖清德，所以讲哦，那支持赖清德，咱大家应该看好，看好同温新吼，我当只讲吼 ，OK 来。所以讲吼，来咱看这张图吼，陈时中被监察院打脸，你看阿中啊，你又说谎了，被陈局的监察院打脸了吧？因为吼，这个阿中啊讲哦，3+11的会议记录呢，在监察院有，后来单独都跳起来啊，监察院拍谁？你3+11的会议记录我这边没有哦，这个。阿中啊呢，脸好痛啊，好肿啊！阿中啊，别再说谎，陈时中，你别再说谎了。问题是这个说谎，哎，这一个本性是源自于蔡英文呐、啊。蔡英文一生都在说谎的女人呐、啊。啊，小弟讲的话吼，互恁参考啦，吼，互恁参考哦。OK， 这是我今天。咱乡亲高瓦地区的台北市长选举，支持陈时中，就是支持蔡英文的，就是支持诈骗造假，支持全部罪行都机密封存呐、啊，啊、哦，所以讲吼、哦，你若支持陈时，你若支持陈时中，你就是支持蔡英文，就是支持他所有的诈骗造假的行为哦。好啊，所有犯罪罪行全部机密封存啊，包括赵丰颖封存10年啊，包括哈、啊、贾博士的教授生等，以及陈时中的疫苗采购，全部机密封存哦啊，所以讲乡亲呐，你敢快乐？你敢快乐？哦 ，OK， 咱们家看咱乡亲交换知识，哎，记住咯，明仔载下晡4:30，哦，明仔载下晡4:30，但吼。文湖县的西湖站2号出口，啊，拜山后日，会知啊，9:30，大家伫北七海霸王开记者会，童文新的第一号证件，所谓海霸王，所谓谁的海霸王？蔡英文家族的海霸王，这块土地从哪来？这块土地
是台北市二号公园的预定地，哦，啊，予咱乡亲参考。了了，唯一的证件提一条，了直接刷去对，刷去哈，信义路五段，哈，哦，信义路五段，哎，记得啥？选委会选信义路，信义路五段十五号的台北市选委会做登记，啊，你就知影，童文新先伫北西海霸王哈，甲长期记者会议后才去台北市长的登记，他所象征的意义，吼 ，OK， 感恩洪清高啊，谢谢 ，Thank you very much， 谢谢。建国的脚步渐渐逼近，咱就要有信心。牺牲嘛甘愿，无怨恨，阮是最大怨恨。建国的脚步渐渐逼近，咱就要有信心。牺牲嘛甘愿，无怨恨。阮是最台湾魂，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。我爱故乡美丽岛，到底有啥物错？返来故乡面对黑落，牺牲嘛有甲无。台湾的青年唔通徛坐落，一波过一波，独立建国永不回头，冲破黑白路。建国的路途坎坷嘛爱行，鲜烈的牺牲不断。勇敢的台湾人，勇敢的台湾人，独立的做主人。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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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台湾青年，台湾军，到了关键的时阵。台湾保护乡土，建立台湾国。台湾青年，台湾军，到了决战的时阵。保护台湾，保护乡土，建立台湾国。充满喜乐，充满喜乐。咱是海洋的故乡，先红是热情单纯托在台湾人的心肝，台湾人同心肝，同款有命，隔壁仔孙，撇撇仔孙。代代永远地生端，翠绿是宝岛美丽山河，路途当拢会活。风来美，鸟难飞，抬头看麦，阮多开阔，阮多开阔，头顶头顶的忧伤。台湾。
一张